站先去随便哪里扫个街吧，就去外滩。好，就去外滩。哇，好多游客，射手开心。A few moments later. 上海有上百层的楼，三件套。哦，那就上百层。听说商务楼吗？上酒店啊。Google 就在上面了。这样吗？像中国的 Google。怎么了？这没什么。有点慌，转一下。其实可以楼顶叫外卖的，晚上太饿了。好吧，长知识了。我用摔不死的，还是有点慌的。嗯，有点恐怖。哈哈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呀，星巴克的袋子。还是雾霾比较严重哎，没逆光，它那边顺光稍微难说。对。几楼啊？哦，599米。100。哦，190，差不多。100不到，站个人正好200。快来！
之前你是不是有些是就在这个边缘拍的？这栋啊，就你之前有一张坐在那里的是哪里啊？我坐过好多的。哦、好吧，我来用那个拍一个。有没有信吗？哎，这个好辛苦啊！PE镜头，好，弄个星芒出来啊，出来了，吃太阳啊，飞个飞机啊！先跟大家直播个那个，哎，我感觉我这个角度还可以，可以给你们拍一张。天空开始有层次了，一边蓝色，一边。我估计这我这么玩一次之后，下次他们不跟我玩。谁啊？为什么不跟你？为什么不跟你玩？好久不控制都。这个是拍吗？对，拍 video。互射，来吧。完了，看不到，看不到飞机在哪里。关键是我们这个同步在录，然后还能把音频剪进去。可以啊。